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. 不知道去了多少趟 SFO， 然后今天终于是我们要回纽约的时间啦。刚好看到两架飞机同时静静降落，好神奇呀、啊！这周内来回走了几次机场，都是来接送我的朋友们。这次终于轮到我要回纽约啦。我们1点钟来机场，现在已经4点半了，然后我们还没能登机，而且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登机。今晚不会是要住机场吧？我感觉我等的时间，我的屁股已经坐疼了，然后我们还要上飞机再坐6个小时回家。嗯。我们可以登机了，刚录完我们就可以登机了。凌晨1点多，我们终于从飞机上下来啦。现在拿好行李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回家睡觉啦。感谢大家看今天的视频，我们下支视频再见，拜拜。